说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，我今天我的运气终于到了啊，7个海星星，我是不是可以召唤神龙了？有的朋友来都不给你点个红心，今天能不能给7个红心啊？啊，7个海星，给5个也行，5角星啊，喜欢的加个关注，看我们。都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今天大早晨来到海边，看看我发现了一只长得像蜘蛛一样的螃蟹，奇怪不奇怪？觉得它长得丑的话扣个一。第一次见这种螃蟹的，别忘了给个双击哈！喜欢赶海的记得加个关。来了兄弟姐妹们啊，直播的时候跑到了老铁，要么抓小海蛇，你说这季节不对，因为我也抓不着啊。我这一行子照葫芦画瓢，模仿一下吧。你瞅瞅老铁像不像啊？啊，此视频咱就不要双击了啊！谁要是给我双击，谁都打我的脸啊！那就加个关注吧，以后看我直播吧。来了，兄弟们啊！这个大海退潮以后啊，来到沙滩上哈、啊，看到了罕见的一幕啊！也不知道是螃蟹吃海葵呢，还是海葵吃螃蟹哈、啊。现在老铁啊，如果手机还有5%以上电量的话哈、啊，请给老弟一个双击啊！如果你喜欢赶海抓海鲜啊，那么请求加个关注啊！明天带你赶海抓海鲜。